Nova 十一系列，敢拍敢出色，全能人像手机，邀您观看《平凡之路》。先生，您是啊？我随便看看，随便看看。哦，您进来看，您进来看。来，我可以进啊？可以，您来，请进。我就是听说这儿是那个恋爱培训班是吧？啊，没错啊。我朋友告诉我啊，说咱这儿教的特好，说准能谈上恋爱，说让我来听节课试试。哦，试听是吧？啊，您先把这我我还没打算办卡呢，我就想先听，想先听听啊。先生，是这样的。我们的试听课呢有很多，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您的需求，根据您的需求来精准的为您推荐课程。哦，啊，要不算了，我不听了。我这需求我跟我爸我妈都没说过，我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弟弟，这个追姑娘啊，最大的机会就是不好意思，对吧？你说你这个需求现在都不好意思跟我说，你以后你怎么敢跟姑娘说？倒也是，对吧？行，那你替我保守秘密啊。你放心，你跟我说。我想追一个白富美。就追一个白富美啊？我跟您说，您只要在我们这儿上课，您同时追仨都行。先生不是，但是如果要是追三个呢，这个就不太适合你。我建议您看一下我们的金牌私教一对一。来，您看一下，这是老师的资料。这些老师呢都是身经百战，由他们手把手的教您怎么跟姑娘聊天，教您发脾气。以后您学会了，不管有多少个女生，全都拿下。那个老师，您说那个拿下是什么意思？就开房啊。而且啊，就是你假如到后期，你就说我这姑娘我不喜欢了，我想给她甩了，我们还可以帮您善后。哦，那倒不用，不用善后。那喜欢喜欢行。好，我们上课了啊。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姓艾，你们就叫我艾老师。来，先让我感受一下爱的力量。艾老师，哎，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上艾老师的课程。我们公司呢，像艾老师这样的恋爱导师一共有15，已经为将近150,000名男性解决了情感问题。下面呢，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成功的案例，也是真实的案例。这是你们同一期的学员，才上了一周的课哦，就已经约到了4名姑娘，而且还收到了姑娘送的礼物。羡慕吧？我们公司呢，除了提供辅导培训以外，我们还提供撩机服务，为学员撩妹打配合，保证学员每天完成搭讪陌生女性的工作量，保证开房成功。见同们注意身体健康啊。这些都是我们学员成功的案例，大家可以看一看。你看这多会聊天，现在就能学起来了啊。哎呀，甜蜜吧？不要羡慕，你们也会有这一天的。
张秀，哟，玉丽，那边怎么样？哎呀，你说现在这波孩子跟咱们真是不一样，不能随便指使。哎，以后咱们跳人得跳皮似的，抗压系数强，像攀岩那样的。他觉得不是因为这个吧？我也觉得不至于啊。哎，但她男朋友她妈妈就是把我们拦在那个病房门口，说欣欣不想见我们。不太可能啊，朱欣欣是一个不太会说不的孩子。我也觉得不可能，但人家家属不让见，我们也没辙。哎，进来聊两句。哦，好。嗯。哎呦，那杜飞宇怎么说啊？能怎么说呀？人家说啥那就先听着呗，不管有道理没道理，嗨，现在也不是说理的时候。你们跟她男朋友聊过没有？她男朋友是做什么的？人家根本不跟我们聊，就是要钱，把责任全推在我们身上。那她妈妈怎么说？特别仇视我们，眼神要能杀人。我们现在已经死了100回。那有点奇怪，她妈妈也不了解我们。所以啊，她男朋友没有起到好作用啊，让她妈妈特别恨咱们。哎，你知不知道她妈妈住哪儿？那男朋友提出住酒店，又住那个医院边上那五星级酒店。那我现在得给人家安排。行，那你要给她安排好了，你把房间号告诉我一下。行。哎呀，你说这一个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就跳楼呢？这怎么也会跟家里人说点什么，对吧？我也觉得是，所以我在想，等他妈妈缓过来一点，我去跟他聊聊。那你可得做好准备，真的。我觉得他妈没那么好说话，当然我也理解，创伤后应激障碍。嗯。差不多了，都没问题，你就放心吧。那太好了，太好了。杜律，前两天我媳妇跟我说，说你看看人家杜律什么时候有空，想请您去家里吃顿饭去。咱们就不用那么客气。是是，我也跟他这么说，我说我跟杜律关系这么好，你就甭客气了。主要是杜律太忙，时间都排得满满当当的。就这忙这事儿还是真的。你看咱们现在这。这吃饭就改成谈事儿，谈事儿就跟吃饭似的，这可不嘛，现在可都这样。咱们是不是先走那打个招呼？我思来想去的呀，还是觉得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告诉他。可这也瞒不住啊，左娜妈妈告他爸爸和小三儿，咱们代理他爸爸，那左娜早晚得知道啊。那咱不说，万一他从别处知道了过来问咱俩怎么说呀？但这个案子呢涉及隐私，客户又一再强调要
最大限度的保密，我也是没办法，职业操守嘛，希望他能理解吧。这个事现在还有谁知道？就咱们俩还有主任。陆略，这个案子我一个人啊。张玲，就这些2000，这些都是随客奉送的，不值钱。2000买的是那7天的导师培训费，还包括那个形象改造。啊，就改造成这样了。那2000嘛，他还有那个20000那档呢，说改造能更好。还包括什么呀？还包括僚机服务。僚机？啊，僚机是这个军事用语。讲的呢是这个战斗机编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直跟着长机执行任务的那架飞机就叫僚机。那就是捧哏。这话倒也没错。不就反正这个贝勒呀、最开始也是在那儿上课的学员，后来呢因为能力突出他这个就转正留校任教了，现在在那儿教课呢。反正你看这些个。把妹达人是吧，坏男孩 PUA。30天打造高质量朋友圈，就是他们。那就算贝勒是干这个的，那也不能说人家是犯罪吧？那他可以说，我就是给人提供恋爱咨询服务，帮人家找女朋友啊。你看人家写的多邪乎，都已经到心理虐待与情感控制了，这还不是犯罪啊？我跟你说，他对欣欣用的就这招。证据。欣欣配合。怎么配合？报案。就说贝勒虐待有困难吧？那说服他妈更困难吧？那再说，不是，这才刚哪儿到哪儿啊？你要证据干嘛？我先说说我的猜想，好不好？态度。那我先说说我的猜想，好吧？咱先看这个，五步陷阱学，讲的就是这个贝勒怎么用五步，把这个欣欣引入他的陷阱。咱先看头一个啊，好奇陷阱。
撒开。这些都是你的推理。那你不也配合的挺高兴的吗？哦，是哦。不用。上钩了。我跟你去啊。你玩呀？很哏啊。快点啊。哎哎，回来一楠。嗯。哎，见到人没？见到了。新京像变了一个人，一句话都不说。贝勒呢？贝勒不在，说是有工作。嗯，杜律给找了一个看护一起陪着。小天也把咱们捐的钱都给欣欣妈妈了。嗯，他妈妈一直拉着我。说欣欣是他们家最乖的孩子，从小到大一直让着弟弟。哎，我们走了。你们干嘛去啊？告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有什么不能告诉你？我是艾老师介绍来的。哎，南哥是吧？啊，哎，好，坐坐坐坐坐。哎，这个理论培训呀，啊，艾老师都做了，嗯，教材呢我也看了，啊，我呢是想快点上手。嗯，没问题。嗯，这样，咱们先找一个你喜欢的，好不好？哎。哪个？那个，就那个头发有颜色的那个，哎，那个，就那个，换一个吧，哥。我就是要找我喜欢的，我不缺女人的。行，没问题，钱付一下呗，哥。这个，哎，老师讲，你只管撩机服务对吧？啊，对，追上了我全额付款。8888，我一分钱不会少的。加上微信，你先付一半，三分之一。行，啊，好，那咱对下词儿。没必要对了，假装认错人呀。啊，就叫他丽丽。好，啊，就按剧本来就好了。嗯，行，好好。丽丽，贝勒，哎，你戏有点大，没认出来是吗？这是佐娜姐，我认识人家啊。哦，那你给我介绍一下呀。佐娜姐，这是南哥，是我特好一朋友啊。南哥是搞创业投资的，投资遍布影视、传媒、餐饮，什么都有。你就叫我南哥就好了。你好，我真没认出来。那你刚才叫人家丽丽？哎，等，你没觉得长得像丽丽吗，南哥？请问这位小姐，你是做演员的吗？嗯，那是，哦，姐是做律师的啊。律师啊！哎呀，我正好需要一个律师。哦，是吗？
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项目要做。那太好了，那咱加一微信吧，咱以后能联系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哎、不好意思啊，我不加别人微信。女朋友叫杜欣欣，我同事，她经常打她，把人都逼跳楼了。跟你有关系吗？跟我有关系吗？你怎么对她的？假装自杀，拍私密照，还威胁她，是不是你干的？别说什么你！好好说话，过来说话，别拉我！我说话，过来啊！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这都几点了，怎么才回来啊？你们俩到底干嘛去了？啊？干什么的？啊？你把左娜怎么了？你快说呀你！你有病吧？这跟左娜没关系。你们俩到底干嘛去了？干嘛呀？欣欣妈妈撞破贝勒真面目，潘氏父子联手左娜立大功。往下讲啊。买票。哎，开门。开门，我就猜着了。开不开？不开。不开是吧？不开不开。哎呀，我都服了。讲吧。我睡觉，明儿讲行不行？不行，现在讲。哎，我困了。快点讲，你们到底干嘛去了？说。哎，我不用睁不开眼了。怎么回事啊？左娜姐一看见我带着欣欣他妈一进来，呲楞就窜起来了，就把贝勒对欣欣怎么怎么不好，就这点恶劣的行径全吐了出来了。哎，一出来之后，当时我们就猜着，那贝勒肯定是原形毕露，他忍不住，藏不住。你有没有想过，他万一要是有同伙怎么办？不可能！我跟你说，像他们这种人，有同伙也不敢蹦出来。这种家暴的、打媳妇的，这就窝里横。你出来怂着呢。我是说万一，啊，你看这人本来有暴力倾向啊，尤其是当着女性，你还把左娜一个人给放在这儿，万一你说他爆炸起来，他没躲开，你说出点意外，这哦，他爸跟我们在一块儿。对对对，我爸旁边保护着呢。你还把你爸给掺和进来了？我这不是也是为了欣欣吗？主要是欣欣妈妈一直以为贝勒是大好青年呢，必须得让他看到，他对贝勒的滤镜才能碎掉，脑补出来贝勒对欣欣施暴。哎，不过欣欣他妈上去跟贝勒拼命，我也属实没有想到。跟我这单压，我是很严肃跟你们说这件事儿。我们是律师，不是去冒险的。我们的工作啊，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去帮助别人。你去，我，哎，商律，你先这样吧，快快。哦，行。嗯，商律，哎，哎呦，坏了，我忘找杜律要钱了。什么钱？学那个 PUA 那课那钱呀、啊？这得找财务报销吧？不是没上完呢吗？可以退吧？那他们那窝点都捣毁了，没地儿退去了吧？我别要了，就2000块钱。我都行，反正你的钱，你要不要我也不要。哟，那得要。要。嗯，哎，嗯，嘀咕什么呢？你要了，这叫单押。啊，要，这个闹。对，以后咱仨弄一个说唱组合，好吧？恩言，毅烈，还是您教导有方。别这么说，哎，听说你爸演的特好。啊，是。你爸以前是演员啊？啊，不，他就一变魔术的。那更需要演技。哎，今天晚上我请吃饭啊，大家都来。好啊。好啊，谢谢毅烈。那咱吃什么啊，毅烈？
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你定。那个易律，我就不去了，晚上有点事儿。啊，没事，你们那边完事儿了，你再过来。那行，那咱们晚上联系。OK， 商略，你也在呢，晚上一起吃饭啊。哎呦，易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得回去，家里好多事儿，改天吧。啊，抱歉，抱歉，谢谢啊。理解，理解。哎哎，杜律，晚上一起吃饭啊。哟，今天是真够呛，我这还有事儿呢。啊，你们先吃，你们先吃，咱们改天。啊，易律，没事，咱不叫他啊，咱多点俩菜。行，我看行。哎，关秋，来，来。你没事吧？啊，我没事。什么事？欣欣的妈妈对咱们有点歉疚，觉得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都自己人。那个，他就是想问问咱们，说那个新贝的家里人来找他签那个谅解书，说要多给点赔偿。他问是不是签了这个谅解书，拿了赔偿，新贝的是不是就没事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宁可不要赔偿，也要让新贝的绳之以法。嗯，这样，你跟阿姨说，看他什么时候有空，咱们见一点。这件事儿确实相对来说是有点复杂啊。好，我其实就怕他妈妈多想啊。这有什么多想的？他妈妈还特意问了一句，说问我们这个咨询费怎么收。咱们都是自己人，这随便咨询一下还收什么费呀？即便是打官司，刑事附带民事，这个只要他信得过咱们，咱们就全包了。好啊，那你忙。好，哎，啊，你说贝勒这事儿会立案吗？他刚被警察带走，而且程序也才在起步阶段，未来可能会涉及民事、行政、刑事这些个维度。嗯，而且 PUA 这个它不是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嗯，单纯的 PUA 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在 PUA 的过程中偷拍散布他人的隐私，这可能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一难一难，咱是吃饭，咱又不是学术研讨会。来来来，多吃点，咱们够不着吧？老毛病又犯了。主要我是觉得吧，贝勒这事儿做得太恶劣了，他已经不是说单纯的 PUA 了，他已经上升到那个，从精神上就虐待对方，他虐待欣欣，还反复虐待。那有一点我一直没想明白，欣欣她是成年人，她男朋友家暴她，她为什么不报警，而且也不离开？也不分手。这个呀，就是精神控制的核心。就这个人呢，不断的去打造自己的这种高价值的形象，然后一直呢就打压对方，让被 PUA 的人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价值，一无是处。那为什么会接受啊？因为 PUA 不是一上来就贬低你，他是打着为你好的幌子。嗯，我是因为爱你，所以你就要把你的微信联系人全都删掉。啊，然后你还不能跟我生气，因为我是为你好。啊，打你骂你是因为我太爱你了。那我爸我妈一直都在 PUA 我。这天下就没有不 PUA 孩子的父母。我最怕我妈的一句话就是什么都是为你好，为你好。我妈没说过这句话吧？你妈不是总说那个？我的个天儿、啊！他妈最爱说的是战损男。嗯，小战损男。我代理的是你，杜律他们呢代理的是左大健先生。虽然我们表面上代理重点不一样，以免让法官产生不利心证，但是我们内部要统筹协商好，在诉讼策略上要保持一致。嗯，我和大健呢都商量好了，我们都不出庭，他爱怎么告就怎么告。反正最差就是判个返还财产嘛。返还财产呢是第一步，接下来可能会提出离婚诉讼，申请财产保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对左先生的生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能否让劳春雪成为过错方呢？您是指什么过错呢？他长期以来对左大健进行精神虐待，冷暴力，不尽妻子义务，还跟其他异性有染。蔡女士啊，这个劳春雪呢现在告的是返还财产，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左大健他是否
处置的是夫妻共同财产，您得到的那部分是否得当？哦，是这样，在这个返还财产案中啊，主张劳春雪的过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即使劳春雪是过错方，也不代表左大健先生能任意处置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不管，左大健是个爱面子的人，他在左大健忙于工作的时候跟其他异性看展游泳打得热火朝天的，就这一点小区的保安游泳馆的管理员都是有目睹的。我要让法官以及左大健甚至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您和左先生呢是共同被告，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的整体诉讼策略现在就成了不承认婚内出轨，也不承认转移财产。那这样啊，我们虽然都是被告方，但是我们的侧重点不太一样。你们的侧重点是说服法官，第一，左先生给蔡女士的财产呢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第二，从公司的角度上来证明这个财产合理合法。财产是公司的，公司有权利是否给员工奖励。我们的侧重点呢是蔡女士本来就是公司的员工，对公司有重大贡献，所以她的所得财产是董事长给的。至于对方所说的两个人有不正当的关系，这个我们就要评估一下对方提供的证据，如果证据或左或右，那咱们就把这个重点放在攻击对方的证据上，主张对方所说的证据不成立。我就是担心啊，如果法官问到这二位是什么关系，到底咱们该……我不出庭，左大健也不出庭，我们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但是你们一定要在法庭上以及所有的舆论场上让大家知道，即使左大健另有所爱，那也是因为劳春雪过错在先。他不是要打吗？那咱们就大打一场。说到底，左大健就是不爱他了，这叫错吗？不爱不叫错，但是呢，婚内出轨啊，情节严重的话，是有可能构成重大过错的。廖律师，这帮人啊，蔡女士的意思是左先生有交友的自由，在痛苦的婚姻当中呢他无法解脱，所以只能把重心放在工作上啊，结果在工作当中遇到了自己欣赏的女士，仅此而已。那也就是说左先生已经同意了我们的整体诉讼策略。他都听我的。您说劳春雪长期以来对左先生精神虐待不履行夫妻义务，还冷暴力，但是最好是左先生在法庭上让他亲口说出来。没关系，这些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看一下。劳春雪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这是要提交法庭吗？如果提交法庭的话，需要左先生的签字。法庭呢是最后一步，麻烦你动动脑，这个是不是可以先发到网上？发到网上是怎么发呢？是让左先生发吗？不管怎么说啊，劳春雪是左先生的发妻，那这么对待原先的妻子的话，其实对于一个男人来讲，那有失形象啊。再者说，那劳春雪他们会不会反过来告咱们诽谤啊、侵害名誉啊？这个也不太好说。那可不可以这样，咱们不提劳春雪的名字，把标题改一改，就叫恐怖的 L 太太 L 劳。然后呢？然后
然后你们找些营销号发出去，在网上形成一种舆论，让大家先知道 L 太太有多么恐怖啊！男人不幸娶了这样女人有多糟糕。左大健真的是已经仁至义尽了，他说不离，左大健他不敢离，他说要离，那全按你说的离还不行吗？啊，还不行，非要告你，非要把你搞得身败名裂，非要打官司，你们说这样女人是不是太可怕了？啊？他们公司上下是个人都知道他和左大健的关系，还非要说那套房子是董事长奖励给他的。你一个法务，你有什么突出贡献？董事长奖励你一套房子，真把人家法官当傻子了。哦，到时候他们还不出庭，让咱们去睁眼说瞎话去。常律，真不是说瞎话，他这是让咱颠倒黑白啊！他霍霍人家家庭，让咱倒打一耙，往人老婆身上泼脏水，这事儿啊，绝不能干。是，咱们是左大健的律师，虽然左大健和蔡小磊是共同被告，但他们的诉讼利益是不一致的，这一点，咱们必须跟左大健说清楚。我都怀疑啊，有的事儿，左大健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想？左大健会同意蔡小磊去找人，啊，去故意诬陷抹黑劳春雪吗？我觉得也不是没可能的。不，商旅，您想啊，那古代的那个皇上对失宠的这个妃子，不是还有个赐个什么那个三尺白绫什么的？对，那个亨利八世啊，六个老婆杀了俩啊，合着左大健还是个好人，还得表彰一下呗。他既不是皇上，也不是国王，他杀老婆那是犯罪，太气人了。咱什么时候让左娜知道？这圈子就这么大，瞒也瞒不住，也不好瞒。那前面快到了吧？啊，过了这个灯。朱律，咱这个案子啊，到时候可能会先调解。调解的时候呢，蔡小磊跟左大健不出庭，那肯定是咱们出庭。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左娜他妈妈肯定就知道了呀。以我对左娜了解，那肯定得炸。赶紧说吧，这两天我在律所啊，都觉得别扭。你看咱们仨碰个面说个话，就跟做贼似的，走在律所连头都不敢抬。不是吧，我现在这工作都在那笔记本上弄，而且字号还得调特别小，我就怕他们谁往我那儿来回一走就看见了，发现了，到时候都范小天几次找我吃饭了，我现在也不敢去。行，我知道啊，我抓紧。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来自一步
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最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往前吧，带着你的梦。